我是在三岁的时候得小儿麻痹。那小时候呢，其实行动还蛮方便的，我可以不要撑拐杖，然后在学校可以跳两阶的楼梯下来。可是慢慢的，年纪越大的时候，发现行动越来的越困难。有一阵子啊，我的妈妈、哥哥他们都在学跳舞，然后他们会把沙发搬开来就开始跳舞，我非常的羡慕。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就约我说：“哎，来来来来来跳舞。”我想说，我再错过这次机会，大概就没有了。这一整年，包含去年这样疫情下来，其实活动非常的少。那去年我们有办，可是因为观众不多，但今年办的时候大家非常期待，因为大家知道台湾的这个疫情之下，但是控制得很好，我们可以正常办理活动，观众一定会进来，所以他们其实是卯足了劲在练习。